跟家人们说一下果冻的事儿啊，有很多人老铁就是说想减肥，不知道这个咋用。二人告诉你咋用啊，我之前我就是吃这种东西瘦下来的，然后也没用，就是那个节食也没有什么，我一点都没耽误吃。就是怎么的呢，你想如果减肥情况下你吃这个果冻，你搭配着生酮饮食，我之前用那个果冻是128一盒，一盒是10颗，最多只能用10天。我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一盒就用3天就吃没了，就很贵，成本很高。为啥这个我让你们买呢？因为这个的话就是他们俩成分是一样的，就是基本是完全相同的，就是作用效果挺好。因为我这个吃我有一个多月了吧，每次你看我直播的时候我都吃，是不是？包括现在我每天吃的都是这个，因为这个79.9块一共45颗，一天吃两个的情况下能吃20天，相对来讲成本低，然后效果是一样。它这里面也是含益生菌的，还有那个魔芋粉、低聚果糖，都是帮助咱们调理脾胃的，然后可以控糖的，可以同时也可以增加咱们的饱腹感，所以说减肥的效果很好。如果说你不为了减肥，那你就为了保持身材，那你就用这个果冻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每次大餐前呢，你吃一条到两条都行啊。然后那个多喝点那个水，多喝水，因为咱们人体每天代谢你是需要水分的，如果水分不够情况下是瘦不下来的啊。千万不要就是减水分，重量不是目的，目的是把脂肪减掉。你看我从160斤我瘦下来，我到现在我还是这个样子，我天天就这么吃我还这样。你得正常的去吃，保证身体营养均衡的去吃，然后增加代谢，用正常的方式去调理。如果说你想瘦啊，你找不着方式你不会，没事，你客服你来找二营子来，二营指导你瘦啊，不会让你多花钱，也不会让你就是在瘦的路上有多痛苦有多煎熬。我就是这么瘦下来的，挺轻松点事儿。所以说为啥这果冻我让你们现在去囤呢？厂家搞活动合适，该囤就囤。我这会儿的话我已经囤了好几套了，那个包括王小倩，咱家客服那王小倩，她已经囤了好几套了。搞活动囤着合适啊、哦、你说常年吃这玩意儿呢咱也合适，你知道吗？你何必100多块钱，我之前最早减肥的时候我100多块钱一盒，128一盒十个的话，那个我就吃三天，成他妈贵了。就咱就实得魂的，二营也实得魂的，就让你们实得魂的啊，这个去拍就可以了。我让不懂的你就问二营的啊。